因為去德國嗰時，咁瞓唔著咧，我係會敲佢哋門啊，兩三點夜班啊，喂，不如攞部機器試下咁拍嘢啦，咁啊喺度玩啦。德國嘅時候啦，1999年、2000年，我哋咧兩年之間斷斷續續，成日都係試動作啦，拍啲嘢啦。自己拍啲短片啊 ，short film 啊，我話咁啊揾佢哋做演員。嗰個短片叫做《佢第三部導演作品》，Stun Man and Wife。Stun Man and Wife 都戇居嗰時咧。嗰兩年嘅經驗學咗好多嘢。